硬硬邦邦的了啊，懂没啊？哎，先去手机摸。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。这盐都放开了。嗯，用掰了哈。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吗？缓缓。他眼这也行，眼睛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眼睛还原了。对对，很能还原了。来。练黑了的，起来，开始练黑了。啊、你看，慢慢开始练。嗯，行了，行了哈，行了，嗯，先冒泡了。是吧？看到哎呀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我，你看，这个龙洞现场都不能活了。你要负这100多斤保存，那就。100多负100多做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冬用带血，今年冬用的四五十零，晓得完了。一年级都是用的液态，对啊，金瓷。这就是个原理。啊。行吧。你看，好。当时那个鱼有点受伤，鳞片掉。上次效果没这么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，它鱼越大的效果越好。对，我们冻鲤鱼。动，车。